我们指谁？你跟你新女朋友，请问你女朋友知道我是你前男友吗？我不想面对女朋友，我没那么开过。所以你就打开我的电脑，输入了我的生日，电脑就蹦出来一行字：欢迎回来。我以为你的电脑一直在等我回来。你怎么能对他温柔成这个样子？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忘记了时间这回事，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，希望让这世界静止。想念在不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，哪怕就是交过来咱俩七老八十了，牙都掉光了，如果有一天走在大街上吴老头看你一眼，我都有可能上头。害怕我把你一般丢在这儿跑了。咱们俩就叫我道歉，我现在还不是你接受。那好，我为我刚才的态度向您道歉。大姐，那现在请您告诉我，我到哪儿可以找到下一位？人犯了错误就应该接受惩罚。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忘记了时间这回事。我需要时间好好想一想，要不要换一种生活方式？无论你换哪种生活方式，下一位都不适合你。我太懒，所以你是特意来告诉我？对，我就是特意来告诉你，这个错误就得纠正。